我们都认为能够教众生死自灾难的这个法，应该是度殊胜的法。一般都认为这样的法呢，是应该很深奥，而且很艰难的。哪里知道只是念佛而已？念佛很简单，很容易。 功能又很殊胜，很超越，能够灭除生死的罪障。灯有皈依没皈依，有吃素没吃素，有持戒没持戒，智慧、道德、修行等等，这一些呢都没有关系。男女老幼。 至于贤不孝，都能够念佛。所以念佛本身，它呢很单纯，很容易。假设需要皈依、吃素、行善积德，才能够获得消除生死罪的话呢，那么。 不一定大家都能够得来啊，可是只要念佛，大家都能够得来，不论任何人、任何时候、任何地点、任何情况之下都能够念佛。一旦念佛，就能够增长智慧，就能够消除业障，就能够灭除。 灾难就能够保平安，最后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，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，永远离开六道生死轮回。一旦到了极乐世界，你就能够快速成就佛道。可以说念佛下手呢很容易，可是成就很高超。 用力很少，但是呢，效用却很快速。